针对今年代九合一选举突然失踪亚珍，特别造成国民两党的参选人安度后都去龙潭拜访人。针对民众媒体做民意调查，国民党突然失踪参选人庄山珍，让的民进党突然失踪的参选人林志坚为52%。庄山珍结果呢，也唔是太欢喜，还开爱十万兵。那么林志坚，其中选举还有8个人，他要积极提出政见。那么民众党是从参选人来选的，他呢是为桃园市一讲出来都51声音的公立托育机构，唔单个议题发生。对，那这我们。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庄先进，上两日去参访桃园龙潭企业，本人问到最近忙碌民调人，庄先进回应。李先记还有其他概念，民调又高又低，为把握时间，真是市民的支持。民调哈，随时都在做，如果赢的话也不要太高兴，就是要非常戒慎努力。如果万一有的时候这个数字比较低的话，就要努力，要勉励自己更为努力。民进党市长参选人林志坚早前系去中小镇文学园区，还有林潭街现场集体参访，了解当地客家文化还有传统。本人问到民调时，林志坚表示，民调拢是一个参考的工具，接下来重要的是确实要做基层，本土应该向心支持。民调都是一个参考的一个工具啊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这未来100多天的选举哦，我会借由过去的政绩，然后尽快的提出政见，那么勤跑基层哦。加速补足工作。民众党桃园市长参选人赖香林，就算是针对桃园市零到50岁的成人公立托育严重无力的问题，要求市政府关键履行，坚持55间公托还有家人的承诺，同时透过研究每岁的天气增加公托，也希望企业是联合设置托育机构，加强桃园后生热爱的担头。客家新闻罗安泰桃园报道。